了，小雅。哎，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将正式的宣布，《崩坏三》与《原神》的联动活动将在6月10日正式开启。好哦。哎呀，作为一个这个《崩三》开服至今，以及《原神》开服至今都全勤的玩家，双休玩家，对好干啊，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对的，相信这个联动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没错，在一些社区、一些论坛里哈，都有看到是的大家说想要这个联动的声音，对呼声都很高。那么大家请把双厨狂喜的弹幕打在屏幕上。哦，狂喜。所以说应该都想到了，对吧？但也没有完全想到。对，那么这一次的联动究竟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在直播现场也是准备了一段视频，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有请。其实是一次大团队之间的合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它标志性的捂嘴笑，我们也同样保留了下来。第一个真正使用弓箭武器的角色，将这样一段梦幻共演的活动呈现给大家。那在我看来呢，米哈游的游戏开发团队其实是一个大家庭。那这次的合作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一次大团队之间的合作，也说不上是联动了。没错。那其实对崩坏三跟原神来说呢，这两个游戏都有精彩的世界观设定和丰富的内容。那么我们也希望和每个米哈游的开发团队一样，通过更多的方式让大家接触到更多来自米哈游游戏的优质内容。借这个契机，其实崩坏三也做了一些有趣的新尝试。没错，那对原神来讲呢，这次尝试也是让更多的米哈游的玩家能够接触到原神的一次宝贵机会。那么其实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到了来自崩坏三团队的同学的邀请。年底的时候差不多。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次 4.9 版本联动的一些想法。那么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敲定了在这个 4.9 的版本能为大家呈现这次联动的游戏内容。在这个版本中呢，会有一位时装的联动角色菲希尔，也是我们的断罪皇女，也是最早进入原神玩家视野的人气角色之一。她是蒙德城冒险家协会的调查员，有着强烈的中二倾向，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子。那么她和她的眷属奥兹一起，也是为冒险家协会和蒙德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也很期待她能在崩坏三的世界里面呢，跟大家发生一段奇妙的旅行。那除了菲谢尔，我们还在继续充实这个版本的可玩内容。在编剧们讨论剧情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只提到了菲谢尔，还有另一位来自提瓦特的人气角色。是的，哎，对，就是克勤。在联动剧情的设定里面，克勤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没错，那么克勤也是这次联动内容中这趟旅行的引导者。那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思考，如果让克勤完全作为故事里的 NPC 存在，是不是有点可惜？就像在 EVA 联动里面，我们其实做了操作天赋这样的新鲜的体验。那如果克勤作为剧情 NPC 以外，他还可以操作，能亲自投身战斗，和其他角色一起并肩作战，好像也挺不错的。虽然克勤具有少量的美术表现和功能支持，也只能在特定的剧情活动关中使用，但我们还是秉持着一贯的这样一个制作标准，尽可能的去将克勤的战斗体验品质在关卡中打磨到和可操作角色一样，希望我们准备的这份小小礼物能够带给大家惊喜。最后说明一下，克勤在本次联动活动中仅会作为特殊的试玩角色登场，他并不是可获取角色，也不会提供任何获取途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联动版本的制作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小插曲想分享给大家。首先肯定是我们最关心的 IP 设定方面，提瓦特大陆和崩坏世界里分别有各自的故事，在不破坏双方基础世界观的前提下，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契机来让两边的人物能够顺利的在崩坏三中同台演绎。我们希望的也是在不影响这些故事本身，同时也不干扰双方世界观的前提下，将这样一段梦幻共演的活动呈现给大家。在这方面，我们的 IP 组同学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设想，原神的 IP 小伙伴也慎重评估了这些设想的合理性，在实际制作中帮我们确定了很多细节。那至于最终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就暂时保密了。那我就说说开发方面的吧。可能从玩家看起来呢，崩坏三和原神这两款游戏他们的基础体验的差异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但其实在开发层面上，这两款产品的开发的环境还是相当的不一样的。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了大量的包括像资源不兼容和功能冲突这样种种的问题。那么这都是在崩坏三和原神两个团队的小伙伴共同努力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实验的前提下呢，对现有的功能逻辑、玩法设计和美术效果都进行了不断的调整，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既然是与原神的联动角色，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保留角色特点的同时赋予菲谢尔崩坏三的特色玩法。那么首先非常重要的是，菲谢尔将是崩坏三中第一个真正使用弓箭武器的角色。崩坏三的弓箭的理念和原神有着很大的区别。原神是开放世界游戏，弓箭除了打击敌人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玩家延长的手，让玩家可以触碰到自己平时触碰不到的东西。而崩坏三是一个快节奏的动作游戏，我们为弓箭设计的核心玩法是弱点射击。每个怪物都会有弱点部位，当玩家拉弓开启瞄准之后，在有限的时间内瞄到这个弱点并且射中的话，我们就会给出一个比较强的攻击反馈，希望能做出在短时间内瞄准敌人弱点进行打击的紧迫感。我们保留了他的眷属奥兹，菲谢尔在原神里和奥兹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战斗中体现为他可以召唤奥兹来辅助自己。而在崩坏三里，我们为菲谢尔规划的战斗定位是辅助，这就需要有一些脱手技来支持他的辅助特性，那么召唤物呢正好就适合这个特性。我们也升级了菲谢尔本身的攻击方式，在召唤奥兹的同时，菲谢尔会进入一个高频射击的强化状态，一方面是增强他的辅助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让特别喜欢他的玩家可以把他当成一个长时间驻场的主力来玩。那最后我们还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全新的必杀技。菲谢尔他是一个迅捷潇洒且从容的一个远程角色，那么在他强大眷属的掩护之下呢，他能够精确的打击敌人的要害。在这次的制作中呢，我们保留了菲谢尔他作为皇女的威严和优雅的动作风格，他标志性的捂嘴笑我们也同样保留了下来。另外呢，我们还为他新增加了一个蓄力动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大了 pose 的幅度，使他在拉弓的时候看起来力量更强，张力更足，同时呢也更具有杀伤力。皇女的眷属奥兹呢，我们也为她新增了多种攻击动作，现在的奥兹能够更加灵活地支援菲谢尔的战斗，以更多样的攻击方式来为皇女效忠。关于大家能够在活动里面体验到的克勤，她呢是会给人一种比较轻盈高效招招制敌的感觉，她既可以利用印记突进目标，又可以施展刀波来进行多轮的中远距离的攻击，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爽快的战斗体验。在社区上面我们会看到这样有趣的话题，说崩坏三和原神他角色建模有什么样的区别。当然这个话题也关系到我们这次把菲谢尔做进崩坏三的工作中。首先原神他的角色外轮廓剪影呢是更加收敛的，这种比例更适合这种长时间跑跳移动的冒险游戏节奏，而崩坏三这个外轮廓就相对的夸张一些，更适合我们这种高速战斗的一些场景。另外崩坏三相较原神的话，它的头身比是更加大的，而且呢躯干和肩宽这两个特征上面也和原神不尽相同。为了让菲谢尔这个角色整体印象不变，又能适应崩坏三的风格，这次我们和原神的美术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最后决定在保留头部建模的情况下，把他的头身比调整的和希尔相类似，让他也在崩坏三中别具魅力。在讨论这次联动服装的时候，我们在构思的阶段不约而同的想让哪个崩坏三的角色去穿哪个原神角色的衣服呢。在考虑了角色气质和有趣程度的情况下，我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一个点子，就是让德丽莎和可莉结合一下，所以最后我们让德丽莎穿上可莉的衣服，模仿可莉的发型梳起了辫子，最后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在两边同学近半年的合作磨合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也学到了许多经验，最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将这个版本呈现给了大家。希望舰长和旅行者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在这个联动版本中与他们展开一段精彩的冒险历程。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崩坏三 4.9 版本前瞻直播的现场，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虽然看似我们这一次的官宣，好长的语气啊，对对对，好长的语气啊，嗯，所以看似我们这个次的官宣其实有一点点突然，不过从刚刚的视频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开发团队还是有备而来的，对，蓄谋已久，对啊，没错啊，就刚刚整个视频里也是说了非常多，就是关于6月10号上线的这个联动版本的一些幕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有请我们的麦麦和草莓小哥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联动目前可公开的情报吧。好，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下版本的全新女武神，这次我们推出的是 SP 女武神断罪皇女，也就是我们的是自称的菲希尔啊，对，自称，大家都知道她的这个中二属性爆表嘛，最早其实她的那个宣传片一上来，各种中二的技能名和台词就让大家忍俊不禁，而且我记得当初那个宣传片是4月1号放出来的，大家甚至都以为她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对，没想到她就真的是一个如此有趣的角色，对，对吧？那她作为蒙德城冒险家协会的调查员，也是和他的这个眷属那只乌鸦还是鸟吧，啊，反正不管，奥兹，对，一起守护着蒙德城的和平，负责跑腿，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次他也加入到这个我们崩坏三的刺激角色中，对吧？可以跟其他的女武神们一起出战。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演示来看一下他在游戏中的实际表现吧。好，各位屏幕前的大佬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拥有大幻梦森罗万象狂气断罪演的菲希尔在崩三中的一个表现。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进攻方式，是使用弓箭进行一个攻击，对，然后他的蓄力攻击呢会召唤出他的一个眷属奥兹进行一个协同的作战。好，那么他自身呢在使用蓄力攻击以后呢也会得到一个强化，同时释放，对。好，这里是他的一个闪避技能的一个演示啊，是有一个全局时空断裂的。好，这里是一个弱点射击，那么在弓箭系统里呢，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开镜的操作，这个是全新的机制了，对的，使用这个武器技能以后呢，就可以开镜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操作就是移动它的准心去对准怪物的它的一个弱点，就是在移到弱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瞄准的图标就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看到这个提示呢，也就是说这一击的伤害会有所提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瞄准系统就击中了敌方以后啊，也不一定要击中这个弱点，就是可以，对，是可以马上衔接自己的这么一个 QTE 的，对。对，然后这里是来到一个必杀技的一个演示，没错没错，他是召唤了自己的眷属奥兹，然后在天空中降下一大波的这么一个箭雨，对，如同星辰般的箭矢，对，倾泻而下，非常流畅的一套攻击。好，那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以上画面虽然是一个角色技能的展示，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开发中的画面，对对对对对，具体的内容请大家以实际上线的内容为准，没错。好，那么介绍完了角色，那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一个武器系统，公式的武器，对， 4.9 版本的上线的武器，首先是幽夜华尔兹，然后另一把是一个锻造武器，是戴月押蹄，这把武器可以通过装备锻造系统去进行一个获取。哎，听了刚刚我们麦麦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迫不及待的想在崩三里把我们的菲希尔带回家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老婆要怎么才能带回去呢？好，既然你这么问了，我就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次联动活动我们推出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就比如我们的 SP 断罪皇女可以在6月10日开启的联动活动中登录获取，也就是最快6月10号就可以获取，那么并且版更后的这个活动里，大家还可以通过登录来获得 SP 补给卡，通过这个补给卡可以后续去获取这个SP 女武神或者是进行晋升。那同时需要强调一下的是，这次我们的联动角色和之前 EV 联动的还不太一样，这次是可以通过常规的 SP 角色碎片获取方式去获取断罪皇女的碎片的，就比如游戏中的星石商店啊，还有挑战军备啊，以及冒险委托等等，来不断干碎片然后去晋升或者是获取女武神。对，相对来说的话，对于第一次了解崩三的一些小伙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福利，因为没错没错，登录当天就可以领取，是的，相当于当天就可以玩到，对对对，还有这等好事，后面你去干一干，对吧？那么它晋升到高阶也不是问题。
对，那同时还有另一个好消息需要告诉各位舰长们，就是经过我们这个技术小哥们的不断努力啊，我们本次 4.9 版本更新当天就可以开放我们的角色的这个补给卡池，对吧？以前往往是周四更新，周五，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或者说我们一直在关注嘛，社区里很多小伙伴们都在讨论说，哎呀，周四完了以后没法第一时间获取新版本的新角色，总有点等得非常急不可耐那种感觉啊。那这次我们也是通过努力和调整，在4.9 版更的当天就能够去开放这个补给卡池。那后续这一块的时间可能还会有调整，我就后续版本啊这块的开放时间可能还会有调整，那各位小伙伴们也敬请关注后续的官方公告。那还是谢谢我们的麦麦和草莓小哥。不过啊，飞希尔虽好，还是要等20多天之后才能拿到。有没有什么我们现场立刻就能 get 的福利呢？哎，那当然是有的啦。既然是前瞻直播，那而且我们直播差不多已经进行了一半了，自然有大家懂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兑换码。没错。好，那么这里也是给各位大佬做一个说明啊，就是我们的直播目前来说是有一个调整的，在未来的版本里呢，我们每个版本就只会保留一项直播，那么因此我们的福利兑换码也会做一个同步的调整，对，就合并为一个，然后在今天这个前瞻直播里也会放给大家。那之前的是3个兑换码，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3个兑换码做了一个合并，也就是说在今天兑换码里你一共就是可以领到350水晶、2888的星石，还有就是60体力药水这么一个奖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把体力药水，之前是2管体力水，有点小心思。对，我们这次把这个体力药水换成了2瓶饮料和2个西瓜啊，就最近大家不是很流行，就3点多了喝茶，对吧？对。那么也是给大家用更简单的操作，但是奖励还是不变的。那么也是有请我们的导播，赶紧进入我们的兑换码吧。好，有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到我们的兑换码福利呢？那么前面说了这么多关于角色飞希尔，包括武器啊这类的内容，那究竟我们这一次的联动活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呢？也是请我们的草莓小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好，首先我想要公布一下的是，我们这次联动主题叫做意识相遇。哎，这个我知道，是不是？你这么熟练，抢了你的熟了，看来你的徽章领得很顺利。对，好，去了，之前没去少领，死了很多遍。但实际我们这次的联动主题叫做意识行迹，哎，是天命娱乐与逆商 ET Studio 推出的惊骇的秘密合作企划。哎，这两家这个要整活了，出来整活。还记得上次他们整活吗？双子外传，是双子外传。对，就是让游戏角色们去演了原来游戏剧情里的小剧场。哎，没错。对，那这次合作的内容，因为是完全和《原神》还有《奔三》的主线剧情无关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架空活动背景。那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体验。对，欢乐向了这个大家都，大家都很喜欢，对吧？是的。对，好。那本次联动活动的玩法呢，为小人地图探索，哎，其实还是挺熟悉的了。对，就类似之前的那个圣诞狂想曲啊，还有那个奇异漂流，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玩法就特别有那种是的探索的这种感觉。对，你说的没错。那还有一些解谜要素，对吧？对，那这次活动期间也将开启3个区域，舰长可以通过控制小人在地图上探索各个据点，在探索主线据点的过程中还会解锁丰富的支线任务。那可以说有非常多的隐藏要素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届时也希望各位舰长们自行体验。好，敬请期待。那除了这个剧情方面的一些内容以外，我还会公布一个更加令人惊喜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这个，我们可就来劲了。对，这个可就厉害了。对，这也是我原神中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就是客勤。对，在这次联动中，客勤会是这趟旅程的引导者，并且如同之前我们 EVA 的联动可以操作天赋一样，这次的联动中，我们也可以在活动关卡内去操作体验客勤。是的，也就是一个联动限定的这么一个体验内容。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除了这个角色以外，
原神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怪物，比如遗迹守卫、北风 狼还有史莱姆、都会在这次联动活动中出现。对，这个特别是北风狼啊，是很多原神玩家这个刻进 DNA 里的回忆、对吧、是。好，那这个画面上现在我觉得这个克勤的人气肯定很高，对吧？那怪物里我觉得北风狼的人气应该也很高。北风狼说嗨我来了、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克勤 solo 北风狼的画面吧。好，欢迎回来。哎，不知道刚才舰长们对于克勤还有北风狼的表演还满意吗？可以看到刚才这些是就是各位啊、相信各位大佬已经开始就研究这北风狼的技能怎么凹了、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么介绍完了活动主体内容之后，我们自然也会介绍一下活动的相关福利及奖励。那这次联动在预热阶段，也就是6月5日开始，我们就会开启一个累计登录活动，可以通过这个活动获取10张异世行迹补给卡，这个联动补给卡可用于抽取崩坏三和原神联动的相关装备。对，也是祝大家一发入魂啊、一套抽抽齐，好不好？是的。好，那除了补给卡以外，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联动活动的奖励池啊。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最左边这位啊，四叶草的温度啊、这个服装，你怎么穿人可莉的衣服啊？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共同点其实非常，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对对对，有梗嘛，就是平时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B 站上的二创作品也好，包括有些同人图都会去玩一玩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梗。对，那么这个服装是适用于这个神恩颂歌这个角色啊，那相信未来我们可以在深渊里看到什么呢？啊，这个蹦蹦炸弹，炸穿深渊。对，好，除了这个服装以外呢，还有这个断罪皇女的角色碎片60片，然后这里也提示一下，就是 4.9 版本的所有活动加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是免费获得100片的这么一个碎片，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些水晶以及这个5张的这个 SP 角色的这个补给卡，也是可以大家在这里先做一个了解。嗯，是的。除此之外我还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这边展示的这个异世行迹的勋章啊，可能很多舰长一听到勋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纪念的平平无奇的、这个、稍微加一点属性、哦、对，这一次这个勋章里面可是有文章的，因为它佩戴它以后进游戏会有一个特殊的展示效果啊，我们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好的，和大家在一起绝不能让这份力量伤害到任何人。好，不知道，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派门的效果感觉如何。那么这里我们就汇总了一下刚才所介绍过的所有相关福利。对，还请各位舰长们期待后续联动活动的到来。哎，谢谢我们的草莓小哥。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 4.9 联动活动的主要新情报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系统优化方面的信息，也请我们的麦麦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2则关于我们系统优化的一个内容啊。首先是一个关于 4.8 新上线的这个万象虚境的这个玩法，就是这个玩法上线以后就收到一些声音啊，对，有些声音就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难哈。对，有打不过或者是打得慢的。对，那么在这个问题呢，在 4.9 版本的一个测试服里会进行一个调整，就部分关卡的难度会下调。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能够快乐的干出自己想要的一个装备。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在可锻造项里加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贝多芬圣痕啊，就加入了这个悬赏锻造。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锻造和获取啊，就是这个就是谁在等待一场交易的这个啊。好，然后另一则消息是这个
战场宝库相关啊，就首先这个可兑换的 S 级女武神碎片是有所增加，就新增了这个月轮，还有这个异度黑河侵蚀的这么一个可兑换项，也就是黑压，平时我们说的黑压，对。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于一个可兑换项的一个优化，就是现在包括月光啊、罗莎莉啊，还有就是这个赤灵这些角色，那么它的一个可兑换数量是有一个提高啊。另外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也可以直接去对角色卡，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优化下呢，我们在 4.9 版本应该就是可以更快的去兑换到我们需要的，获取或者是晋升， 对， 对，就获取也好，晋升也好，都会更快。好，那么以上就是 4.9 版本，给大家带来的两则优化内容，这些内容都会在后续上线测试服，那么请大家保持关注。那么谢谢麦麦，以上就是目前 4.9 版本可公开的情报。那么更多的内容也是请各位舰长们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情报，或者是在6月10日的时候在游戏当中亲身去体验一下。那不知不觉今天的直播呢也到尾声了，不过在结尾呢我们还有一个彩蛋要跟舰长们公布。那相信大家之前可能已经看到过一张预告的海报了，没错，那么除了和原神的联动以外，今天要在直播间公布的另一个消息就是崩坏三与欧莱雅男士联动的宝石套装护肤三件套即将开定。没错，还有顺带我有新的丽塔。对，没有错，有一个新的很可爱的丽慧啊。那么现在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我们会抽出10位幸运舰长，每人一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其实我看到麦麦的手里已经拿到了我们的这个三件套，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对，现在开盒开箱。是的，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次欧莱雅联动的这么一个礼盒。好，我们也来做一个开箱好吧。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呢。这个箱子，好，那么这个猜猜盖的后面有什么。一个剑桥，哎，这个做的很用心。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三件套，就三件套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洁面乳，就是洁面奶啊，就这个是日常的一个，对，日常护理的一个标配。是，一般来说顺序是你先用这个洗面奶，对，先用这个洗面奶，就洁面乳去做一个洁面，然后呢，再用这个爽肤水去往脸上去拍一拍，对，拍一拍，去缓解一下这个紧绷的感觉，对，然后最后呢再上这个乳液，那么这么一套护理的流程就完成了。对，看起来平时很精致啊。还好。那么同学们一定不要懒啊，这个男士们一定要注意护肤啊，就坚持护肤，你会体验到不一样的水润啊。那么还有这里面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工具，这个头带是干嘛？白练的发饰。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男生很多同学，就像我们草莓小哥，他会留长发，我们洗脸的时候呢，你用这个发带呢就可以把刘海往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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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得更加方便和干净。嗯，而且这个还是一个白脸的发型，对，特别可爱啊。好，那么还有一个预定的这么一个礼品。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前10,000去支付定金并且支付尾款的这个小伙伴就可以额外去获得我们这个丽塔的一个新丽慧的亚克力立牌。嗯，同时其实这个礼盒里还有一个明信片，对吧，定制的也会送给大家。是。嗯，那除了这个食物的一些赠品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游戏里的赠品？我听说。是的，没错。这次我们还会有3个游戏类的赠品，一个是小家具体验台，第二个是爱上手机挂件，第三个还有是一个吉利道具，是一个水润套装。那么本次联动活动的预定信息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前往欧莱雅男士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次联动套装加入到购物车里了。那么我们会在5月24日的20点准时开启我们定金的支付，它的截止日期会到5月31日的22点59分。在这期间呢，参与我们这个支付定金的舰长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预定折扣价，那之后的话联动套装就会恢复到原价，也就无法享受这个优惠的一个活动了。那么除此之外，去参加我们游戏中的从5月22日开启的7日登录活动，就可以获得我们丽塔新的这个例会的一个联动圣痕。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欧莱雅男士的官方 B 站账号，去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以上就是本次 4.9 前瞻直播的所有内容啦，也是感谢各位舰长们陪到我们到现在。那让我们跟镜头前的小伙伴们说拜拜，拜拜。